约爸爸的秘书吃饭。约干嘛啊？干嘛去？下班回家呗。等会陪我吃午饭去呗。不去。你等会有事啊？你猜。我猜。行，你不去是吧？你确定？正好新来个前台，我找他去吧。你干嘛呀？你要找前台去吃饭啊？你拦着我干什么呀？你认真的？我认真的呀。你不有事吗？好看不好看？我感觉他比你能稍微清楚那么一点。我一会儿的事儿不是很重要，不去也行。你要是再邀请我一遍，我就陪你去。啊，现在不去也行啊。那我就邀请你一次，只有一次机会。行，别拦着。怎么呢？怎么就只有一次机会了？我说的还不明白吗？你后悔了是吧？行，那我给你个机会。亲我一口，别得寸进尺啊！你起来，我找啥？哎呀，亲不亲？